格力桥，我们快点回去吃饭吧。泽塔，我现在还不想吃饭，我要在这里等赛罗哥哥回来。格力桥，就算你要在这里等赛罗回来，你还是也吃饭的呀。要不你饿瘦了，赛罗就认不得你了，到时候赛罗会很心疼你的。泽塔，你说赛罗哥哥这次去跟贝老黑决战都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，怎么还没有赛罗哥哥的消息呢？格力桥，你就放心吧，赛罗身上充满着能量，屏幕前的小伙伴又喜欢赛罗，只要有小伙伴们的神秘的红色能量，我相信赛罗一定会平安回来找你的。可是我现在真的好担心赛罗哥哥，赛罗哥哥一定要早点回来啊，光之国还在等着你守护。格力桥，你就放心吧，赛罗不会有事的。格力桥，你快点看，有流星，哇塞，有好多的流星，真漂亮呀。格力桥，快点许个愿望，让赛罗早点回来。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格力桥真的很担心赛罗，赛罗要跟贝老黑决斗，你们会给他红色能量吗？